我觉得看完这一部其实还蛮感动的。那里面有一段对话，他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参与这个活动？”他说：“希望这一辈子生活可以有所不同。”我想我们都不要漠视自己的生活环境，然后勇敢地发出声音。女人要活出的不是漂亮，是光彩。这个光彩呢，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希望。那让自己可以发光发亮。谢谢。